着我们的新娘子。麦克风有开，你不要紧张。在一起五年多，有辛苦，有欢笑。虽然说我不太会甜言蜜语的方面欢喜，不过今天在各位的见证下，等一下停，听不到对不对？后面有没有听到啊？没有，没有对不对？啊，你声音要大声一点，麦克风至少要拿到这么远，用心的喊出来，好不好？第一句是什么？在一起五年多了。在一起几年啊？五年多。五年多，然后呢？虽然有辛苦，有欢笑。虽然说我不太会说甜言蜜语，不过今天在各位的见证下，我有句话跟你们说。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？我愿意将我的全部的一切奉献给你。那我为了代表我的诚意，我先把我的存折交给你保管。好，没有关系，后面也听不到。来，因为今天新郎非常的紧张，他有说。今天的这个重要时刻哦，他真的他要把他所有的一切哦要奉献给我们的新娘子，但是呢为了表示他的诚意哦，他今天带了一个重要的东西来，也就是他的存折，请亮存折。有没有看到这个是我们 check 一下哈，玉山银行的存折。好，接下来请继续，要大声一点嘛，不然我们后面的同事都听不到。你愿意跟我一起努力把这个存折数目增加，然后共同开创美好生活吗？你愿不愿意呢跟他一起努力把这个存折的数字增加？愿不愿意？麦克风给他，愿不愿意？你要大声一点。